咱们就办手续办一下啊。行，明天呢你们就可以去郑总那里上班。行行好，你们就可以正式成为一名白领了。好，好，谢谢秋菊。好，哎，郑总，你们怎么进来的？这来了三个月了，什么时候发工资？你们是实习生，哪有工资啊？这来了三个月了，天天去了哄孩子就是打扫厕所，对了，没一点正事儿。上次让你们去许愿池捞钱，你们捞到了吗？还捞钱呢？那么多僧人在那把守，根本就不让捞。对呀、啊。那让我们采访章子怡、范冰冰，你们采访到了吗？然后没看到就被保安赶出去了。那证明办事效率低下，就你们这水平能够拿到一个月8000块钱吗？那我们不干了，你把那个保证金退我们。你是混钱。你保证金交给谁了？给那个宋总啊，就是您介绍我们。那你找宋总去要啊。那哎，郑哥走，哎，晚上喝酒玩去。就是他。你怎么现在来了？那不是现在刚保完了，我得好好请请你啊，郑总。哎，稍安勿躁，好，这里是办公区域，小点声。你们放心，这个问题我们会帮你们解决的，今天下午就帮你解决掉啊。放心，注意点素质。我们去外面找个环境好的地方。我不干你，救你！哎，小文，来帮抱下小孩。把钱给我们呢？你放心，我们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的。哎，找个好点的地方，咱们好好聊聊。这地方我看看，钱给我们这地方就什么关系？就是啊，什么？钱我们的保证金给我们的，一会儿就帮你解决。来，你们哥几个，我带你看看小把戏，好吧？你们三个是谁说要钱来的？是得吃饭了。谁说要钱来的？要什么？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要钱。你要钱？要钱是要命。我要命。你要钱是要命。要命！要钱要命！大哥，你说我到底是要钱还是要命？你说呢？我什么也不要了，我要回家。倒霉孩子，说的对。我们现在这孩子，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，这样也好，对他以后长个教训，知道吧？气死我！你也算做善事。来，这什么情况？这是？这树里怎么插这么多扑克？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坑蒙拐骗，我跟踪你们好久了。不就一副扑克的吗？那有什么呀？